今天是12月23号的晚上，那我们全家今天要去参加我们教会的。没关系，这个教会会帮我们照亮。我们全家去参加我们教会的圣诞晚会，那因为怕那边会有太多的车子，所以我们决定坐公车去。我们要搭几号？205。对。哇，你今天穿的好漂亮啊！今天穿的也很帅啊。好，我们再跟大家做一次宣传哦。从今年的10月到明年的2月呢，从今年的十二月到明年的二月呢，我们高雄市搭公车是不用钱的哦，节能减碳哦。还有尖峰时段如果你搭捷运的话也是不用钱的哦，所以我觉得是还蛮好的措施。如果说有来高雄玩的朋友，或者是说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可以多多考虑一下。都很新呢，哈。谢谢。在这里啊，对不起。没有很高的椅子。上好。乘客请系安全带。左边的话，那女生的声音好。觉得这个女生的麦克风是。刘姐。十七个热死，十七个热死啊！右左边啊，不会，我觉得很热，今天好热。你的左边就是我的右边嘛？对对对，这个。你的小朋友今天也要唱歌吗？有。这是长征系活动，每个人生日里面。爱我的主耶稣。
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为爱而降生，在这2000年来，每一次的圣诞节都有更多的人来认识他。当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来接受耶稣成为我们这一生最美最珍贵的礼物，让耶稣成为我们这一生的陪伴，让耶稣成为我们在生命当中最好最美的一个代言，就好像你我手上的这样的一个烛光，在我们的生命里有这一盏真光陪伴带领着我们。我们一起来领受从上头来的祝福。唯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平安、恩惠、上帝的慈爱与信实、圣灵的引领，在今年2017的圣诞节，在座每一个人都来领受这最美的祝福，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你一直跟小朋友在那边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在那里捣蛋，是不是？对对对，好，是的。所以我们现在是晚上8:30左右，然后我们提早离开了，要来先来吃晚餐。好，我们现在在那个这条什么路？青年路上有一间还我觉得还不错，我们吃过一次还不错的拉面店。它什么拉面？就是拉面嘛。哦，你看它的。点餐的方式跟那个日本一兰很像，什么东西都要外加，可是我觉得它的面煮的还蛮好吃的，汤头也蛮好喝的，等一下上菜的时候再拍给大家看一下，蛮推荐大家来吃的。可是这间店面蛮小的，然后它后面跟着是一个好像是酒，我们现在是坐在餐厅里面，但其实这不是一个餐厅，它是好像类似酒吧的感觉，所以等一下再拍给大家看。这个是原味的，看得出来吗？这个是原味的栗子，看得出来哈。我儿子已经要开始吃了。哦，好好好，这样有的，这是原味的，这是辣味的。好，它的地狱火的那个拉面辣味，我觉得还蛮够味的，大家可以尝试看。如果你敢吃辣的话，还蛮推荐的，但是是真的蛮辣的哦。好，我们现在要吃饭啦。是怎么讲的吗？好，这个是我们家隔壁的教堂。那今天是圣诞夜，所以就很多教友来领圣餐、望弥撒。
还有我们弟弟不在，还有爸爸不在这些，我们旅程很棒。然后我们现在要来看他们那个教堂前面有一个马槽的摆设，然后伯牛一直很期待，耶稣诞生，很期待今天晚上他们把耶稣的小宝宝放出来，所以我们要来看出生了吗？出生了，我们的耶稣有没有看到？有吗？看到了吗？看到耶稣诞生了吗？哦，不可以碰哦，太靠近了。